相知相惜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人生里有了意义，因为有你。你的爱，感恩大师，感恩天地，感恩美丽的主持人给予我这个机会来分享，感恩在座的超马家人跟 FB 前面 YouTube 前面的各位好友们，我是嘉珍。那嘉珍今天啊来这里分享，满中年没有偷吃的坏习惯。记得成龙大哥哈，他说过，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那我嘉珍哈，今年满中年的坏习惯是什么？没有偷吃哦，是抽烟啦。不是，我现在还单身中哈，所以没有那种问题存在，还是个好男人哈。那抽烟，有抽过烟的人就蛮了解的哈。我从二十岁抽烟，那每次我想戒烟的时候很好笑，戒到所有的地方都没烟了，只剩下烟灰缸里面还存在那个烟屁股哈。真的越戒越想抽，看到烟屁股还是拿起来，只能吸一口还是点下去抽，然后隔天真的受不了去买吧，越抽越戒，越抽越大，越戒抽越多，抽到自己又就想说，我到底在戒什么，怎么都没有戒成功，从二十岁现在四十岁了，没有一次戒成功的。可是来到超马之后，能量改变了这一切。为什么说能量改变了这一切？因为当自己的正知正念，就是逻辑观啊，逻辑观已经到达一个程度之后，加上我们在超马里面所学习到的老师教给我们的方法，用正的能量补充正的能量越来越多，来填满负的能量之后，哎，说真的，在去年的4月22号，抽完最后一根烟，我就跟朋友说，我不再抽了。隔天，我去到槟榔摊，全部人都在抽烟，全部人都用烟熏我。我就想说，我干嘛戒烟啊？结果真的那一天之后到现在，我没有偷吃，我不会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对，这是第一个改变，谢谢。第二个改变就是，我从退伍之后，95年之退伍之后，我的事业、我的工作就没有顺过，真的没有顺过。那真的就是自己的那个怎么讲，那一股傲气，那一股就是不服输，可是也弯不下腰来去屈就任何一个工作，更不晓得自己想要能够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。所以每样工作就是做满一年。一开始我就是一个表现一个很努力的人，但是过满周年之后，所有的能量就开始减低到一个程度，脾气还有所有的状况都是开始低落。那最明显的状态就是在于两年前，我在螺丝工厂上班。我第一年工作的时候，就是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，那持续到后面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，对。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工作，没有 case 的话，就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，所以我工作的地点又在直观，距离海边很近，我下班之后就会去海边运动，奇怪的，去跑步哈，跑个步也可以，就是跑到一半哦，鬼吼鬼叫，鬼吼鬼叫叫好听呐，啊，如果不好听的话，以下请自行想象一下。那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。天哪，我之后回想之后，
才发现到原来自己的问题这么大。哎，只是一个工作而已，很抱歉，全工厂只有我一个员工，所以老板要求什么东西，我脾气不好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跟他顶嘴。对，可是现在来到差马之后，回想才知道啊，原来这个哈、哦、就是自己的能量低落，逻辑不通，所以哈、哦、交代什么工作哈、哦，一讲三个硬哦，工资盖或硬三盖，所以老板真的很好脾气啊，对啊，那可是也离职了，对，但是在去年8月15参加完导师的课程，回到高雄之后，隔三天，8月15，那个我们家邻居哈、啊、就问我说：“啊，我公司有咧欠人，啊，你得来这块买哦。”对，就是她老公的公司有在欠人。那一进去哦，第一天就下了一个大考验，带我去三地门，哇塞，坐整天，坐到我累得不要不要的。对，可是，哎，这个工作哈、哦、就是来画斑马线，可是到了今天，我突然回头再观察自己的时候，我发现老天爷哈、哦，我们进了超马，每个人都有很多礼物，但是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的礼物是什么？我自己的礼物，我这样细细的回想，就是我的观察能力越来越细腻。我可以发现到，别人的缺点，那不好意思哦，很多时候都会把别人的缺点扛在自己身上，那扛越扛越累，你知道吗？那终于有一天，我发现到我同事的优点，那一天就是上个礼拜三，我们去恒春工作，然后需要坐在那个吊车那个吊轨的铁栏里面。他是一个非常多坏习惯的人，讲话也非常不好听，但是那一天他站到了那个铁栏最上面，我也站上去了，可是我想他皮皮坐啊，那他站在最上面，他没有讲任何话，就是他没有任何含扣，他就把该贴的该做完的工作做完，我只能勉强配合他，然后把工作给完成下来之后，我想他皮皮说，我突然发现说，这样一个那么多坏习惯的人，还是有值得令我敬佩的地方，还是有他的优点。那为什么我要一直把我的 focus 焦点目光放在他的缺点上面？为什么我不要把我的焦点放在说？哦，原来他也有这么好的地方，这么好的优点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发现，哎，我闲话吼就挺伤的，刚刚。虽然说还是很累了，但是去观察别人的优点的时候，那个自己的心态跟心情，比去观察到别人的缺点吼还要轻松10倍100倍。从那上个礼拜之后，哎。原来在这一份工作里面虽然累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嘛。进来超马之后，有许多值得去挖掘的优点，可以让我还有我的朋友，甚至所有超马人都可以分享到的优点，让他们知道说，哎，不是说来这里只是纯粹的弟子规，纯粹的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最重要就是个人的能量，你要提升，一提升之后，你对任何事情的敏锐度的提也跟着提升，你会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收获。这个是我在超马里面将近2年的最大收获。谢谢。